吃完了。多高？一米六。转回去，你再让他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，你再他表演那个艾米丽，就模仿林林的就行了。我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林林表演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有点天有点错。难度太难了，比上一次的都难了，难的太多了，难的太多了啊！
下面要简单一点。这小姚出的题，你说的。小姚出的题太难了。我出的题都比较简单。那是。我一想他们家。出来的话给你。不会成语吧？不是成语，就是一个说明是啥东西。大老粗的就是成语。林林表演挺好的，但是林表演挺好，但如果林明白，林林发挥，林林不明白，林林也不明白，林林都不明白了，就更难。林林就是李章的呗，第一个。那就李章。对，林林会表演。林林至少应该占第一个。林林应该占第一个。没有，李章也挺简单。反正人家李章他们家做的不错。哎，我们算时间了，时间过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林家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可以给一次四，还两次四，还是都是记在一次？一次就行了。好，一个吧。好，那就。那就投降吧。投降，太难猜了。那重来一个吧。太难猜。哎，你这样的，咋回事？要他对，李章给你表演一下。如果对，李章再给你们大家表演，给你们机会，给你们三人表演一遍。对。看你们三人都能猜。对，三个都能猜。训斥教育。对。对。不是，快出去。表演，好的，因为三叶是这儿。哦，买衣服嘛。